我现在云南的西双版纳，西双版纳下辖一个市两个县，分别是景洪市、勐海县还有勐腊县，这是在西双版纳的市区景洪市。明天呢就离开西双版纳了，去吃这里的特色美食啊，傣族手抓饭。搜了一下，这边的小巷子里也有一家傣玛纳手抓饭，这是家30年老店呢。人这么多了，你要一个人随便坐吗？坐着吗？可以。两人手抓饭138，3至4人228。老板没有一个人的吗？没有。那我一个人的，他这个团购价是怎么弄？在微信上找就行。哦，是网上点是118是吧？对，108。108呀？那我就来个108的嘛。网上下单完成。这里刚过完泼水节呀，泼水节啊就是傣族的新年，傣历1385年。我的吗？啊，好的。啊，行。手套在边上，用手抓着吃的。让老板介绍一下这每样分别是什么？要能介绍一下这每样是什么吗？这是番茄。番茄酱。柠檬酱，柠檬酱，对，这是番茄，番茄酱啊，这个，番茄啊，这是辣椒面，辣椒面啊，对，蘸着酱吃的，对，蘸着吃的。然后周围这圈呢？就是生菜，就是野菜，就是黄瓜，就是花生，啊，鸡肉，鸡，鱼，这是什么？那个就是猪皮。猪皮啊。虾片。虾片，哦，下面是饭。啊，好的好的，菜单上啊也有教程，手抓米线，先把生菜分成2至4片，把米线3到5颗花生，生菜、米线和花生放到中间，一根野菜和鱼放到生菜叶上，野菜，这可能味道比较冲吧，所以只放一根，我先直接这么尝一下，确实涩涩的。不知道叫什么菜，有知道的可以留言呐。烤鱼，加一点，最后加上一勺酸辣柠檬酱，一口吃下去才完美。柠檬酱，这酱既酸又辣呀。西瓜，西双版纳也产西瓜的。番茄南蜜，黄瓜泡皮，虾皮儿，生菜单独蘸南蜜直接吃即可。老板，南蜜是什么？这是南蜜吗？南蜜是这个，这个吗？黄瓜蘸番茄酱，这个酱啊也带辣味。猪皮，特别脆。倒饭了，先把虾米饭弄成大饭团，越紧实越好，揉成团，饭团，一口饭，一口烤肉，一口烤鸡，烤肉和烤鸡蘸辣椒面更香。这辣椒面啊倒是不怎么辣，带咸味的。烤鸡，两块鸡蛋，它下面呢是个竹编的篮儿，菜和米饭上铺的大叶子，这个套餐呢不带喝的呀。这些菜品呢可以单点的，看手抓米线48，鱼30，点个菠萝汁吧，20元，团购价是12.9。里面加了冰，我慢慢吃啊，还挺丰盛的。